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骑射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697集的节目。今天的话呢，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是铁工厂的 Samurai Series， 就是武士系列里头的赤十字院。赤十字院这个红色的十字，它是救护车。那么局网里头的救护车呢，跟铁皮的话呢，经常是以一个小改模的形态出现。而他们之前在应该是今年的农历年左右推出的铁兵卫啊，当时我记得是过年期间嘛，推出这个红色的玩具的话，非常非常的吉利的配色。那么这两者的话呢，确实也沿用到了变形金刚 G1 系列的两个人物，是属于造型非常接近的。事实上他们两个有些许的改模，那我们先对比一下两者在配件上呢，有着非常大的不同。铁兵卫呢是武器专家，他身上有非常多的武器，这些武器的话呢，其实在车形态下呢，这个是我硬要把它凑上去的，我就暂时把这些武器都给拿掉啊，只留下他们原本官方配置的这个造型。好，只差一把旗子啊。那两者模具是有稍微修改的，它的这个轮子在铁兵卫的话呢，它是在人物的肩膀后面，而这个轮子赤十字院呢是在裙甲，是跟藏在裙甲里头啊，藏在裙甲里头，这是不一样的。然后后面的这个车壳，铁兵卫的车壳它固定的四个卡扣是这里扣在脚底板两个，还有在这个地方扣进手臂，扣了这四个地方。但是呢，赤十字院的话呢，则是这里是一样有扣这里，然后还有一处是在这个内部，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扣的位置呢是不一样的。当然后面的包覆程度也有所不同。那肩甲的部分，其实这一块是肩甲，这一块呢则是小臂甲，小臂的一块部件翻到前面来啊，所以呢两者还是有一定程度上的改模。那后面的话呢，我们就只看这个赤十字院就好了啊。它的轮胎的话也是有这个赤十字的刻画，那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十字形的刻画啊。而且它的这个涂装很有意思啊，它是有一点烟熏在做旧的感觉，烟熏加做旧的感觉。然后呢，这个武器如果你真的觉得它很碍眼，就先把它拿掉，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更干净。然后呢，不晓得为什么呢，我看到车顶的这个红十字呢，我都会想到这个阿布雷拉，对不对？保护伞公司啊，你这是制造病毒的一个公司啊。那本身的一体性很好，扣起来之后的话呢，玩具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结实了啊。那配件的话，刚刚也已经给大家对比过了，它的配件呢没有那么多的武器，只有一对的工具啊，分别是一个这个是这个叫什么一字形的螺丝，还有一个是这个活动扳手。这两个的话呢可以完美的藏在车子里头啊，待会变形的时候呢就给各位做一个示范。其他的话呢都是一些替换手了啊。我们来一起示范这款赤十字院的变形过程啊。我刚刚说到的卡扣其实不只是这里啊，不止这个地方跟这里，它其实还有一处在这个裙甲啊，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多出来的一个卡扣。那这个变形的时候第一个步骤是把这个裙甲这里给松开，这个地方松开打开，然后前面这里一样打开，好，让它整个这个裙甲先让裙甲能够自由的活动啊，这样一来的话呢方便我们做整个变形。再来这个地方刚已经变形过程中呢把它给松开了，这里两侧掰开，最后是从上面这里把它给弄出来。那其实呢按照说明书的说法的话呢，这个是可以一体变形了啊，我们就当初它确实一体变形，但是你这个地方转一下就下来了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然后它的这个扳手啊一字起子的话呢是可以扣在这里头的啊，但是我们就先不扣了，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让它拿在手上了，我们就暂时的先不要把它放进去，各位知道就行了。那这个地方你变到这里其实这款变形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可以再把胳膊的话呢给翻出来，这个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把它往上搓上来。然后呢这个就是我刚刚讲了，这一块部件呢在铁兵卫身上是肩甲，但它却不是，你把它转个180度之后把它放下来，结合在小臂的
第二层的护具吧，你可以当它是一个臂甲的一个加强版的护具，转一下到这边，然后的话呢，这个腰身转过来到这里，把腰部翻转180度，啊，这样你看得比较清楚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双动关节，把它给抽下来到这里，然后呢，哎，对不起，我把他的头呢不小心，这个刚掰的时候呢掰的太用力了，把他的头给断在里头啊。OK， 没关系，身为一个医生吧，头断掉自己接上也是很简单的。那变到这边已经差不多了啊，我们先把后面这一块部件呢，这个双动关节啊，这里把它给戳动一下，这里要把它给扣到这边，就是这里有一个灰色的凸跟白色的一个结合。好，到这里，那脚就放下来就行了，脚这个脚掌翻这里是没有任何的难度的。那裙甲的话呢，只是需要把轮胎给放进去啊，这样藏到裙甲的内部就可以了。那会多出这两个防撞杆在后面，这个应该没有别的变法了啊。那可以再调整一下，利用这个横杆把它转到一个比较漂亮的位置上面，再调整一下，然后把这个腰身呢恢复到正常的位置。那这个手臂的话呢，这里啊比较偏紧一点，各位你可以看情况斟酌是不是要上一点这个细油啊，或者是在大陆的话是叫做硅油的一个液体啊。好，那这里摆这个肩部的造型调整一下就行了，基本上已经变得差不多。那最后就是把这个背包啊，它这个背包是转动一下，转一下，然后呢是这个方向，它这里还可以扣进去，这里有一个白色的凸跟白色的洞，把它扣上去啊。好，把它压紧没有问题。 OK， 这个是十字院，它的变形呢就到这边，应该是变完了。那它的替换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啊，它有一个拳头的话你可以把它替换，因为我们一定会让它几乎吧，你很难避免不让它拿这个残障啊，是残障没错吧，呵呵，这个它非常标志一个东西啊，把它给放上去。OK， 然后另外一只手的话呢，你可以考虑，比方说呢，它是一个类似于僧侣的一个造型啊。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啊，这部有一部很久以前的电影，叫做《新李剑八拳传》，真田广之跟药师丸博子演的啊，非常非常久以前的。我第一次对这种日本的这种僧官啊，或者这种僧人的造型呢有印象，就是从那部电影里头来的啊。好，那这个变形算是整个完成了，这个可以再把它扣紧一点。那它的这个配件啊什么，反正就是一定有替换的手可以去拿，这个就看你的喜好，你想把它换上哪一个装备，这个完全是看你的喜好啊，没有什么困难点的。那它的造型的话呢，我觉得很好看啊，就白色的，尤其是个背包啊，这个我是觉得这个造型已经是很完美的有融合进去了啊。相较于铁兵卫的话，这个是铁兵卫的武器库啊，这样子我们可以稍微对比一下啊。铁兵卫的话呢，武器很多啊，但是它的这个是用一个旁边一个兵器的一个收纳柜，让我们来摆在旁边，因为它的背后是用一个武器，还有这个一个旗帜啊，来做一个各式各样的装饰，很漂亮啊。那当然你如果说不要这个，你不要这个背包放在后面也是没有问题的，你就把它这转一下，这比较紧，于是 OK， 这样就可以把它取下来，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背部的造型给合上去。好，你有没有发现呢，把这个背包给拿掉之后啊，其实它的造型会更加的清爽，然后这个就可以当成是一个医药箱一样的造型。那这些什么这个一字的这个起子啊什么的，我们就可以把它给收纳到内部去啊，拿这个地方稍微折一下，这样就看不到了啊。那我们也可以理解成说，它的这个小，因为我刚其实口误，不应该讲小臂甲，因为我们以机器人来讲，它这是一个臂甲没有错了。但是以这个造型的话，就是有点像是这个这种僧人的那种袖子
然后就把它加厚了一个，这个叫什么蝴蝶袖，不是蝴蝶袖，是人胖。反正 anyway，你知道我要讲那种巫女啊，或者是这种神官呐、啊，它有比较长的袍子。所以说，你看它这里，它这个红色的点缀，其实就是类似于他们那种衣服上面那种红色的缎带穿过袖子，可以说这个也是类似是缎带。可以说它的造型来讲，真的是做的是非常的考究了可以说这两款玩具呢，虽然有一些算是小改模或怎么，但是它就是一个，我个人是大推这个武士系列，武士系列应该是我都很喜欢。那这个铁皮跟救护车，就是这个铁兵卫跟赤十字军这两个玩具呢，我同时入手之后呢，我对这个系列的喜欢就更加的加分，尤其是这两个人物我真的觉得摆上去就是很好看，车型人形都非常的有意思，在一定的基础模具上做出这么有趣的修改，而且他们身上的造型，你真的是可以去感受到说铁工厂在人物的造型上面真的是下足了功夫这个我真的是要赞美赞美再赞美，实在是太好看，太有梗了，太有梗了。 OK， 那今天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